妈，哎，今天晚上吃点嘛？吃点嘛？刚才不是看了吗？您从天津买的排骨。哦。这不是煲上汤了。嗯。煲上汤，还有这点儿，这点儿，咱们煲个排骨汤，再做个红烧排骨。嚯！哎呀，听着就好。嗯。对，听着就好吃是呗？你一来了，改啥改啥。这切切吧，我姨不是快到了吗？还有当然还有点水果吃。再把那个盖再刷一下。嗯，让我切吧。要不再把那个盖刷一下了。行。你这想的还挺周到啊，提前把水果都一准备好。切好了，嗯，我还洗了几个芒果了。嘿，你这看姨来了把你高兴的激动的，等着吧，快来了。嗯行。嗯，有唯一有遗憾的点就是没有看到我小姨。嗯，我小姨呀着急走。 嗯小姨在这待两天，待几天扔的姨的这个姨都来了，正碰到一块儿，到。走。姨说到了，我地库了。行。走，看看。那姨说刚才快到地库来着，还到了，有车呗。有。没来哩，没有哩，还没来哩。等着吧，这是我姨车哎，看着像，是呗，是，嗯，嘿，可是爷长长天早早下来接你来了，我那个，嗯，长高了吧？家慧敏跟着小刘都去家里吃饭了，小刘。不了，你去吧。我蒸个米饭炒菜，我都光一炒菜就行了，米饭汤都包好了。来吧，热呗。还行，你这路上堵车，我也讲没事，应该4个小时都到了，自我来6个小时，把我晕的呀，我都想改晕的车。我4点半都开始准备饭。4点半就开始准备饭。嗯，快点，来，我再来一个吧。嗯，咱俩你切了一个。啊，这我也行啊，我也行啊，长大了，娘，那个切有的大，有的小，吃吧。坐着的。嗯嗯嗯，吃吧，咱一会儿了炒菜。我还
江城的那个随便弄点的呗，你不用弄那么多，真是我吃不下去感觉。嗯，我给江明打一电话，我说江明你晚上回来过来吃馅饼吧，我中午不是里里拿拿韭菜剩了点，我烙馅饼，我说江明你过来吃馅饼，我说晚上家里还有客人，正好我炒芥菜，客人谁呀，我说我没给他说，我说你来了他知道了。这是秘密的。我说你姐夫忙吧，他不是，他说不忙、嗯、我说不忙你就来家吃饭来吧，他一会儿老来了。你刘呢刚才在家来，人突然有事儿走了，有个车出事故来，人家拖单位那儿了，人家说去处理一下，去吧，晒水果凉快凉快，就要去炒菜，估计，哎，刚才亲手人家吃了一个，你吃吧，奶奶，吃一个，对，咋这么高？那有没事嘞？没事嘞，正常人了，这是家里这这。你要走了我提了两天窗帘没招，把三个屋的都洗了都涮了地擦擦。反正是注意点吧，给杨洋回复。没事嘞，没事嘞。干活也没啥事嘞，就得锻炼，可能那个时候刚做外有点虚。关键这个正路里面这里就得节约。没事，现在跟正常人。我煲的汤，炖的排骨，我四点半就开始，我预计是七点到。我想也是七点到。四个小时了，哎呀，我说这一等不来，二等不来，排骨都炖的 可熟了，米饭也整好了，菜也准备，关键我不拉素菜，炒个素菜。正好你给我拿猪油来，我炒一个娃娃菜。跟猪油。要给你混混吧。没事，你歇会儿吧。没事。要去。你吃吧，坐这歇会儿。不吃。啊，不吃。来，好。